因为一些意外，无奈和前女友在外面住了一宿。不是你们追我干什么呀？你再他妈不出门，你烂被窝里了，你该上班了。哎不是我他妈上什么班啊？哎呀，你松手！我事不用你管，你管你那么宽呢？我疼死了，你个狗东西！隔壁那边是吗？对，咱们还行。嗯，咱搁哪屋啊？你有病！嗯，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，明天可以来市长了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那个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啊？哟。妈真是冤家路窄呀！他不愧是这个公司，原来是这个公司。下班了来公司干嘛？我主要想来搞点办公室面墙来。你有病啊！我来工作呗，我还能干啥？你说那废话。他走遍流程吗？刚走啊。姓名？陈一鸣。性别？不是。你没话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搁这想审我去了？你什么级别？你审我？他说的总经理。啊，我你二 B 呀？我们现在正缺人呢，而且小王刚走，他停尸，你注意一下。公用的标准是高富吗？